我想说我要用英文讲，因为每次用中文的时候，我都要自己再配字幕，要手打。你们都看到我之前的那个就是我之前的视频都是有字幕嘛，但是我每次手打会花很久很久的时间，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尝试在视频里加一点英文，这样我就可以少打点字幕了。大家好呀，刚才我在山脚下录的视频，那时候没有带这个围脖，没戴好，然后显得脸非常的大。现在呢，我给自己弄了一个假装是个 mask，然后显得脸小一点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其实外面已经开始下雪了，那明天去那个 Lake Louise 那边基本上是没有很大的问题。那我们今天先在 Sunshine 再 enjoy 一下吧。下山还是不拍了，因为我一举这个东西，我就要摔。我没在跟你说话，我在跟他说话。好的。但是也是，因为我一拿就摔跤，所以我要把它收起来，多滑几次就好了。没事，拍拍上缆车也挺好。你就是我视频里的 Richard。跟大家 say 个 hi，嗨，收起来了，不然不安全。我们一会儿见哟。原来我刚才没关机，我想说这个真的好害怕呀，因为我能见度非常的低，就是周围都是雾，我特别害怕，所以我刚才同伴下去了，我就卡在这儿了。估计我都不知道它那个雪包，就是它浮起来和下去的那个看不见，就是白茫茫的。昨天其实滑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的辛苦，今天早上起来浑身都疼，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吧，自己一个人滑自己的，挺舒服的，还可以不着急的给这样子给你们拍视频聊聊天。我们昨天滑的就是这个位置，就是每天都在这儿停一下，不是每天，每一次都在这儿停一下。我现在也是，应该滑的是这 Great Drive Express。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坐车走，就周围一个人都没有。然后昨天滑了个，可能这四个道都滑过了。我现在穿鞋子继续往下滑。哎，之前新冠的后遗症就是，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不怎么咳嗽了，几乎不咳嗽，但是一直嗓子里有痰，很不舒服，然后我觉得有点气喘。那刚才呢，因为海拔比较高嘛，都是雾，就看不清楚，特别害怕啊，慢慢习惯就好。
们晚点再聊，好吧？嗯，拜拜。我刚从山上滑下来，这才是今天的第一趟，但我滑了特别特别久，因为它那个路对我来讲难度系数还是比较大。刚才我到山顶上的时候，本来想录一些话的，就是稍微分享一下，然后但是正好他们也在另外一个缆车上到了山顶了，就喊我一起滑，哎呀，然后我就想着那就去吧，我就没来得及，然后一路上也没有录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就说实话，我滑不过去，他们去的那个地方，那条路有好多蘑菇，而且我看到山还是挺秃的，还有石头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说，我实在是跟不上，让他们先去吧。然后我自己就慢慢摸索，因为我也想找那个橙色的缆车。哦，好，那现在结束。我现在我想说什么呢？就这样开始吧。那就是我想说我要用英文讲，因为每次用中文的时候我都要自己再配字幕，要手打，你们都看到我之前的那个就是我之前的视频都是有字幕嘛，但是我每次手打会花很久很久的时间，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尝试在视频里加一点英文，这样我就可以少打点字幕了。而且呢，说实话，我也知道我英文不好，可能有一些词汇说错，或者是语境啊什么的，但是就希望大家不要嘲笑我，原谅一下吧。毕竟我也是，就是确实我也承认，我的英文不好。呵呵，Let's go walking。 我们看到终于遇到了学友了，我们一起打个招呼吧。嗨嗨 ，We're from Toronto。 啊，我们可以一起玩了。你们是去坐那个黄车吗？我们要去回 base 去别的道看一下。哦。我太菜了，我不太行。那就别走那边，那边很多包。我知道，我昨天都累死了，但是我想坐那个黄的缆车，因为它热，它暖。那个缆车，它那边过去那个道挺难走的。那是个蓝道，都是包，而且还有很多蘑菇，挺陡的。对，所以你们现在去别的道好。大家都是单板。哎，怎么办呀？大板推坡嘛。啊，没事，那个。那去走一会儿，你们去那条道吗？我们刚从那边黄车那边回来。哦，那你们不去了是不是？我们去山上好像。那边去贝斯还是去？贝斯走一圈吧。去贝斯走一圈。那边简单吗？是绿道吗？贝斯是。贝斯是绿道。啊，好，我只能走绿道。Okay, finally we made the decision to go green line.看不见就很害怕。啊，看不清。在哪边？哪个路啊？等他们一起滑，那边好滑吗？跟这个比起来，
好滑。那边很滑。那我想去那儿试试。我们这个到底叫什么呀？我们滑的这个哦。Angel 吧。Angel。对啊。哦。Okay, we're in Angel. Angel Line. Yeah. Or maybe Angel Lift. Oh yeah, Angel Express.我是不是太冷了，所以它老是要自动关机？对呀、啊，还是没电了。我换了个新电池，有一块快没电了。哎，终于找到你们了。你叫什么 ？Stephen。啊 ？Stephen。Stephen。Stephen， 对。刚刚感觉那个山有点秃了。对。没什么雪。尤其像那个陡一点到，陡一点到那个。哎，这个衣服好好看，我之前看过，这女士的。对，这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当时试过。哎，你叫什么 ？Harry。啊 ？Harry。Harry Potter Harry 我还以为叫 Harry， 你叫什么？ Eden、嗯、哦 OK 来尝一点，这就是部分的学友，还在，还有人没出来吗？好开心哟，你们都好厉害啊，我都找不到跟我差不多级别的，好孤独呀。那我准备去哪？都是多伦多来的，以前又不认识的学友，一二，这边还坐了两个，三四，那我们现在在一起滑了，我就不拍了，因为太危险了。拜拜。
么我突然转中文了呢？因为现在大家身边的人都说英文，说英文我会有点害羞。哎呀，哎呀，掉了，我得弄一下。终于坐上缆车了，刚才没有成功，因为我刚才就是站在缆车的边上，结果缆车来的时候直接把我撞倒了。对呀，所以就还好给我撞到了，我正好遇到了我其他的学友一起坐缆车，然后一会儿带你们看看那个我的水平的那个绿道。你往那儿滑哈，因为我控制不了。我去那边，你们去那边吗？穿的好可爱呀！谢谢，淘宝买个头套，大家就一样了。我喜欢你的颜色，我特别喜欢紫色。看出来，看出来。到那个道的名字了，叫 Banff Avenue。
算坐这个缆车，这个室内的缆车再回山上了。